肉肉，你又把猫给轰跑了。你看，一模一样。一个穿着大裤衩，一个穿着尿不湿，一模一样，你俩长得。复制粘贴过来的。赵弟儿刚才又去人家里头去了，赵赵在外边歇着，赵弟儿在猫窝里，他刚出来。困的哟，面面天天都困，是不是呀，面面？藏着呢，爹。你应该给我估计。啊！这形象了，你已经。哎，天爷呀！小肉蛋。呦呦呦呦呦！你坏！哎呦！果然爹带娃就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爹，你怎么不进去了？爹，你不也住这里头了吗？不想理我呀，爹。嘿，嘿，爹，来。你这个舔狗。嗯，哎，干啥？不用，不好意思。投不投币主要取决于你穿多少。是啊。你这捂这么严实，我这我完了，我币没了。哎呀，你别走点儿，跟妹妹玩会儿，你给我带孩子怎么了你？赵就说：“赵就说你叫我半天，就让我上来干这个的，对呀、啊，你当孩子呗，带肉。”赵弟搁这舔什么呢？这家伙舔半天了。爸，爸爸，哎，拍我。怎么了？干嘛呀？宝儿姐在挑选她的位置。啊？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小哪吒，哎，怎么了？嘿，爹儿，
我给你来个灯光好吗，好别人。赵六说不用了，关灯了，我要睡觉了。是不是啊？宝，你睡小床哟。小的呢？这飞飞飞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揪了一撮毛回来，快给他拍掉了！哎，宝贝，要是把那个什么，要是把柴猫给放走了，给我时间。哎，你吃我奶干嘛？热热，热热，我要奶。热热，啊，给姐姐盖上，你真是棒。好了，干净了。好嘞。哎呀，你也抽一张吧。热热，我要奶。热热，你这奶可是作用大，去年喂小猫，今年喂肉肉。你都、哦、你也擦擦嘴啊，你都能喂呗、哎。他抽了一个湿巾也擦嘴呢。擦嘴。哎呀，谁放了一个臭臭屁？你放的臭臭屁啊？臭不臭臭吧？不臭臭。就是臭臭吧。放着垫子。好。